卸下后视镜装上支架。第二步，将支架连接件套入 U 型支架，用螺丝固定。第四步，将 U 型支架安装到前挡风板上，把支架位置摆正，然后把螺丝固定好。第五步，将塑料连接件套入 U 型顶端，孔朝上面。第六步，将 U 型支架和前挡风板装在后视镜支架上，摆正位置，用螺丝固定好。第七步，将顶棚插入塑料连接件的空洞处，将绑绳固定在支架上。第八步，双手用力拉雨棚的魔术贴与挡风板的魔术贴相吻合。可悬挂固定。第十步，将活动卡扣卡在顶棚的纤维杆上，然后把两根纤维杆固定在活动卡扣上，短的在前面，长的在后面。先将魔术贴与侧脸雨帘魔术贴粘贴。调节好魔术贴的粘贴位置，再固定侧脸上方的卡扣。将侧脸的魔术贴粘在挡风板上。把侧脸的绑绳系好，完成安装。